大陆的男生跟台湾的男生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内地的男生比较主动，台湾的男生其实比较闷骚一点。哦，那你比较喜欢哪边的男生的感觉？都很喜欢啊，是不一样的啊。好俗烂的回答。看人、啊、有感觉。那道远了，像你这么稳重可靠的男生，对吧？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女生？怎么提到这个问题，你这么热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是那边女生都很活泼。哦、oh. ，对，像议会他们都让我玩、oh. 感觉就是非常的活泼，然后可以玩在一起这样子，就是挺哥们的感觉。对、嗯、他们其实在一起是兄弟姐妹的感觉。对，而且呢，我们的邓宁为了尽地主之谊，这次来的时候呢，还特别准备了家乡的好吃的送给他们，我们一起来看到 VCR。啊哈，这是我从我家乡重庆带过来的，我自己最喜欢吃的麻辣凤爪，看见没有？我觉得台湾的他们有很多学员呢，也都很喜欢吃辣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喜欢的。It's me. Hello. Hi. 大家好。我跟你讲哦，我选了林同明最爱吃的辣的东西，哇，全是泡椒凤爪，还有哇，这太辣！林同明，你最喜欢吃这个？这太辣了吧！因为林同明不能吃辣，你知道吗？我们就从来不吃辣，林同明今天要一口吃掉一整包。哇！感觉怎么样？来了！看一下表情，哎，来，我。好辣，可是又好好喝哦，棒棒棒的，很好喝，我很想咬，可是又很辣，我受不了。哎，还有泡椒哎，欢迎吃哦。哎呀，你们有谁是不能吃辣的？不能吃辣的菜，不是我太怎么样？有辣吗？谢谢。对，太幸福了。看你对主持人没有对他们那么好，对，没有，主要是本来是有给你们带的，但都被他们吃光了。好吧，真的吗？我恨他们。好，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组也要用歌声来回馈我们的朋友。那我们首先留下来的就是道远，请两位休息一下，谢谢。道远是第一次来大陆吗？对，我第一次来到内地。哎呦，觉得怎么样？感觉？其实感觉就是啊、哦，我觉得东西很好吃，是吧？那我身材也知道，对。而且感觉大陆的女生真的长相差异还蛮大的哈。真的就是美的美。活泼的活泼，他也不算丑哈。其实呢，大家不知道，其实道远在台湾现在发展还不错哦，而且还有做一些代言。你代言是哪一类？我之前在台湾有代Subway 哦，就是一个吃的，对，就是汉堡，类似汉堡。哎，现在就是一个汉堡，你要吃出很幸福的感觉，对，幸福。就是在我们整个东南卫视的女主持人当中弥漫着一股非常浮夸的演技风，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现在也让大家看一下代言。哎，王蓉、啊、你现在是代言一款小笼包，好不好？小笼包要吃出很美，你等一下 PK 要美哦。怎么样这个演技 ？OK， 你感觉？就你觉得这样小笼包卖得出去吗？有享受，有享受的。我根本就觉得他是在含一块血。现在管义，你来代言。好。但不是小笼包哦，你是代言一款大肉包，好不好？哦，肉包是。我们来看一下，有汉堡的感觉。对。哇塞！哦，好可爱！哈哈哈哈哈！呀哈！哇！厉害！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哎，怎么样？
有见识了，就是以后可以借鉴一点这种浮夸的演技，好不好？好，没问题。我知道像你这样很淳朴的男生说不出太多很谄媚的话，但是还是要谄媚一下两位的演技，我听听你未来有没有发展前途了。好，真是太厉害了，个性相当的可爱。因为最近道远在拍偶像剧，对啊对啊，在里面演一个，就饰演一个他是黑社会的儿子这样子。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是有很多练得很苦的戏，对，但是反而是很可爱的，他就是因为要操你啊，然后要让你去做很多的运动这样子。你有受伤吗？这部戏？膝盖，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哦，你确定是你受伤，不是地板受伤吗？就是你一个扑通下去，然后地板啪，地板人形。所以呢，其实道远现在在很多条这个路线上发展了，但是唱歌依然是大家爱你的理由。今天要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背叛》，掌声有请《背叛》。雨不停落下来，花怎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欣赏悲哀，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钢琴上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依的心如何？谁